上个月我出访过境美国的时候呢，我们在座的陈局秘书长到犹他州拜访赫伯特州长，那我相信双方的交流非常的成功，很高兴才过一个月，赫伯特州长就第一次率团来台湾访问，我要代表台湾人民跟台湾的政府向各位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。台湾跟犹他州在各领域的往来都非常的密切，特别是在经贸交流上，台湾是犹他州全球第六大的贸易市场，全亚洲第三大的出口市场。那么去年犹他州除了来台参加商展，也跟台湾签订经贸合作备忘录。那这一次赫伯特州长来访，我们在台湾举办企业经贸交流会，一起发掘进一步的合作的机会。近年来犹他州在赫伯特州长的带领之下，经济表现非常的亮眼。那么除了多项的经贸评比领先美国各州之外呢，所推动的细波高科技园区也吸引了许多国内外公司的投资。那么目前台湾积极发展航太科技产业，都是犹太州的重点产业，我们也努力营造友善的投资环境。不论是产业发展或者是国际招商上，犹他州的经验呢，都值得我们台湾来借鉴。那么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赫伯特州长对台湾的重视跟支持，我们台美关系深厚的基础就是在每一次的互动当中逐步累积起来。我们也期待未来跟赫伯特州长一起努力，让双方持续加强连结，共同促进我们在各领域上面的发展。我再一次的欢迎各位来到台湾访问，谢谢。